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我们要来向大家分享几件黄海星的作品。黄海星的创作其实绝大部分来自于他在日常生活里的观察，那这一些场景呢，大多是他曾经经历过或看过的，或者是他在某些媒体上面呢曾经捕捉到的，就是曾经瞬间浏览过的一些图像。在他近年的一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精准的去展现出他日常生活里面所看到某些所谓美丽却怪异的一个片刻。那在这些场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黄海星用一个黑色幽默的方式，把这些日常我们感到无感的画面把它凸显出来，然后呢，我们就似乎在这样有一点讽刺的或夸张的一个呈现上呢，就看到日常生活里面其实还有带有蛮多我们所没有办法言喻的一些荒谬感，甚至是丑陋的那一面。那在假日练习这件作品，我们看到的是画面中有几个人走向一个地道里面，那这个画面因为提供我们去判读它的线索并没有很多，所以我们乍看之下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里面，却又好像有一种似曾相似的身体经验会被召唤出来。那我们也都曾经经历过例如各式各样的演习或是防灾训练，那在那个防灾演习训练里面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被教授有一定的一个防灾基本的步骤，或者是你该要采取的某种姿势态度。那这一些训练的当下呢，其实是为了不明的一个未来去做准备，但是在当下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所感知到的其实是有一点诡异的，然后却又很难以言喻的，好，这一些混杂的一种情绪。那他把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呢转化成这个假日练习，在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属于个人的一些身体经验，他怎么样被转换到这个画面中，然后拿来代换为日常生活所有荒谬难以言喻片刻的一种代称。那在婚姻危机还有新娘和她的西乐队这两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她选择的是以结婚的场景作为一个内容。那在婚宴上面，我们也都知道婚宴可能是喜庆的，是庄严的，她也应该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庆的，但是在这个画面中我们却看到了好像有一些莫名的一个片刻，或者是不明的一些意外或是事件的介入，会让这件事情呢瞬时之间变得非常的复杂，然后甚至是他的情绪是矛盾的。那在婚姻危机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类似火灾现场，就是这个结婚蛋糕上面不知为何冒起了一把火，然后大家呢仓皇的避难，好像手掩住口鼻，很希望能够在这个里面可以逃生哦。那对比于一个结婚的一种欢庆，那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其实看起来它确实是相当的荒谬，然后也相当的讽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种讽刺感，可能是针对生活本身，或是未知的婚姻生活，或者是所谓美好的未来的想象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加以联想。那就也如同新娘和她的西乐队一样哦，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盛装的新娘，但是呢她的这个妆容可能是经过特别设计的也好，或者是特别的打扮，但在她的笔下呢看起来却是有一点模糊，然后呢却又有点夸张哦。那在她前面的这一个西乐队可能也指向了台湾某些地方也有这样子的一种喜庆欢宴的一个习俗或场景。那这一切呢其实以道理来说好像都非常的合理，但当它凑在一起在这个窄窄的一个室内，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瞬间当它被捕捉下来的时候，可能又觉得好像有什么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太上来。那黄海星的作品一向其实就在描绘这样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再如同小学星之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描绘，他用非常细腻的笔触，也类似讽刺漫画的一个笔触，用简洁的线条去勾勒出人的百态。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也一向会去呈现这一面，也就是作为我们这么
享乐的时代，在这么当代美好的一个情境里面，我们想要追求的生活可能是轻松的、有趣的、很有乐趣的，但是在这里面呢，可能被凸显出来的是更大的一种所谓的荒谬或是无聊。所以在这个丰富的场景里面，仔细的看它，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有趣的一个小的场景或画面，但是当我们莞尔一笑的时候，却又会不禁失笑，就是你可能觉得在日常这些普通跟无感里面，其实它藏有更多的讽刺跟荒谬在其中。